我们再来看，讲到这个缘起如实正观啊，这个是佛为家瞻言讲的中道。我们说中道最主要有三种，有很多种，但主要有三种啊。这里最重要就要讲中道啊，离两边，离两边，两边就是错误的方法。那么中道，中道的核心其实就是离有无的两边啊。中道有三种，但是最主要的中道实相啊，中道当然有很多种啊，但是我们想的就是最主要的三种，跟我们修行相关，最主要的就是中道实相啊。那么所谓中道实相，就是离两边啊。那么从正出果来讲，叫做离界进取啊。那两边错误的方法，那么就是有无的两边，有无长断的两边。离有无长断啊，就离有无两边啊，有见或无见啊。那么从修行的方法来讲，离苦乐的两边啊，这个都是两边，苦跟乐啊。从修行的态度来讲，这是从修行方法来讲，这个是从修行所证的内涵来讲。那么这个是从修行的态度来讲，离急跟缓的两边，那么是主要是这个啊，这个才能证真理。那么但是你要配合离苦跟离乐，离急跟离缓，心态上、态度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啊。方法上不是重于苦也不是重于乐啊。那么观念上啊，就是你的修行上，那么主要所证的就是离有无两边的中道。那么这个是为家瞻言讲的啊，当然为五比丘也是这么讲的啊，离长跟断的。那么世间的人不是着有就是着无，那所以这里主要是这个是为二十一而说的，这个是最初为五比丘说的啊。那当然后来为大家说的都是这样讲。好，那如实正观，世间即者不生世间是这样而有的，生命是这样而有的，烦恼是这样而有的啊。简单来讲，我们叫做惑业苦啊，轮回基本上就是惑。惑就是烦恼，烦恼里面以我见为主的烦恼带头，我见为主的烦恼带头，带动我爱，我见我爱就带动种种的烦恼，以这样为主啊。那么这个是我见为主的烦恼，有我见就一定有我爱，有我见我爱一定会追逐境界啊。那么就是我们叫做见境逐心啊，心随见境转。心会随境转，这个境转，心会随这个境转，那么开始就起种种的烦恼，或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这些业成熟之后，就受种种的苦，再因为这些苦，再起种种的烦恼，再因为这些烦恼，造种种的业，就这样循环反复不止。也因为这样轮回不息，长夜轮回啊。那这个是佛法中告诉我们的。好，那缘起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中道。好，那么缘起主要还有三种缘起啊，当然缘起有很多种。那我们说过，我们之所以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起烦恼啊，那重点啊，这里是在讲。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那么你正见世间，正见你是这样因缘而有的啊，有此因有此缘，就有此果有此报，叫做因缘果报啊。那么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样，我之所以那样是因为那样啊。那么一直往前推，我之所以有苦啊，是因为有生死。那么生从哪里来？生从爱取有来啊。那爱取有从哪里来？爱取有从哪里来？爱取有从对境界追逐啊，因为境界起烦恼啊。你们，你爱贪爱，一定是贪爱境界嘛？不然你还贪爱什么？贪爱自身的境界，贪爱好。那么我们就讲到缘起，主要让我们起烦恼的啊，主要三种啊，这三种缘起啊，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第一个，身心互为缘起，身体影响心理，心理又影响身体，
在这个五蕴身心上啊，身心互为缘起，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所以佛法告诉你五蕴，从告诉你从五蕴里面去观无常无我，从无常苦观无我，啊，因为身心互为缘起，你的心执着这个身，啊，你的身又反过来影响你的心，身心互为影响，我们叫做身心互为缘起。啊，习惯性紧张的人胃不好，啊，胃不好的人又习惯性紧张，啊，那么就是这样，啊，脾气不好的人，啊，那么可能啊肝就比较不好，啊，不一定啊，这是我这样说的，就是说你的身体会影响你的心，你的心就好像我们生病了，生病了就比较不耐烦，啊，那比较容易发脾气，啊，也一样，啊，身心互为缘起，心静互为缘起，啊，不同的境界会引发你不同的心的反应，直取，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讲，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心静互为缘起。另外就是自他互为缘起，啊，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会受到彼此的影响，那么别人会容易让我起烦恼，境界会让我起烦恼，啊，我的身体会让我起烦恼，啊，那基本上我们的烦恼到底都从哪里来，我们到底都是从哪里起烦恼的，为什么，啊，你现在明白这些道理，你要先知道我都是怎么起烦恼的，你才知道我要怎么样不起烦恼。就好像我们戴口罩，因为我们知道病毒是从哪里进去的，从呼吸道进去的嘛，所以我们从这个口罩里面先第一道隔绝，把它隔绝起来了。那你有没有这种心态在隔绝烦恼呢？如果你用防疫的态度去防烦恼，我告诉你，你很快就能够得到什么受用，真的。因为我们常常想嘛，病毒怎么来的？哦，我说留在这里，等一下要拿个什么喷消毒的给它消一消，啊，我们已经起烦恼了，啊，我们等一下要用法水来怎么样洗一洗，啊，那么你如果知道烦恼是怎么起的，你就知道怎么预防它，那么已经有了怎么对抗它，怎么消灭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所谓的缘起。好，那现在回头过来讲这里，啊，有无二见，灭无余。那么这个是如此正观世界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没有所以这个没有关键嘛，啊，所以生死的真解是什么，啊，我跟大家讲过，生死的真解就是我见，有我见必然有我爱，有我见我爱必然会有生死，有我见我爱必然会有生死，有我见必然有我爱，啊，所以世间以欲因欲缘欲以欲为本，中阿含苦因经，苦因经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炽盛会受苦，为什么，啊，他讲的根本是因为贪爱，啊，因为贪爱，对五欲的贪爱，因为欲界嘛，欲界对五欲就是贪爱，因欲缘欲，啊，因为这个贪爱，那么所以，啊，你造种种的业，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啊，那么兄弟姐妹之间，国王与国王之间，啊，沙门跟沙门，婆罗门跟婆罗门，互相造业起斗争，啊，那因为什么？因为贪爱，我们叫做利益冲突。就等一下会讲，等一下会讲净烦恼这一部分。般若怎么净烦恼？啊，为什么般若可以净烦恼？啊，这是它的作用。我们要般若做什么？没有般若，你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就是常常起烦恼造业。起烦恼造业，你就不能不受苦。佛法重点在教你怎么不起烦恼，不是教你怎么灭除业障。我们很喜欢参加一个法会，写了一个消灾牌位，点个灯，然后就叫念个咒，就叫诸佛菩萨帮我们消业障。我告诉你，不可能，佛法不能消业障，即使是佛也不能消阿难的业障，不能去除罗诃罗的业障，没办法。如果可以，那他就不用修了，佛天天跟他加持就好了，天天回向给他就好了。佛也没有办法加持照顾他25年的阿难，让他消除业障，没有办法啊。那么把智慧啊，那么送给罗诃罗，
然后让罗诃罗消除业障，没办法，也没办法让摩耶夫人甚至净饭王消除业障。那佛怎么可以度他们？佛告诉他们，你怎么样不起烦恼？其实在这里，你怎么样不起烦恼？佛法的重点在于预防烦恼，消除烦恼，对治烦恼。预防烦恼，对治，没有烦恼的时候要预防烦恼，有烦恼的时候要对治烦恼。那么一直到把烦恼对治到清净，啊，对治到没有一丝丝一丝不挂，对治到这样，那么你没有烦恼，你就没有业，没有业，或是有业你不让它成熟，你过去已经造了业，但是你现在不让它继续成熟，它就不会受报。不是所有的业都会受报，要成熟才会受报，这个很重要。佛法的重点在于让你还没有的业没有，还没有升起的业不生，已经升起的业不让它成熟，已经成熟的业安心受报，就不再造新的业，就这三点。已经在受了，你不再造新的业，受完就没有了。还没受的，尽量让它不受，尽量让它不受，啊，就是不让它成熟。没有的，不让它升起。所以佛法的重点在于什么？预防烦恼，有了烦恼，调伏烦恼，那么断除烦恼就在这样。但是这之前要先觉察烦恼，所以觉察烦恼，控制烦恼，觉察烦恼才能预防烦恼。没有办法啦，啊，那么你要控制，控制不了啦，控制了先能控制，控制了才能调伏，调伏了一阵子之后才能断除，断除了才能不生起，因为那个烦恼的根没有了嘛。那烦恼的根是什么？就我见我爱呀，啊，那你有两个步骤，一个就是直接从我见我爱下手，有些是从我见下手，有些是从我爱下手，啊，那我爱，所以出家要什么样？三衣钵，这些都是我所爱的，啊，那么衣服告诉你，数量上只能三件，啊，质量上，啊，你要杂野缠绵作衣，你不能够全那个蚕丝的太好了，不行，你不能太好，数量上不能太多，质量上不能太好，颜色不能太鲜艳，为什么？防止你起贪爱。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都是这样，除了这个之外别无所求。哎，为什么要这样？从我爱下手，从我爱我所爱下手。那我们这个我们在欲界的众生最需要的最爱的是什么？五欲，从五欲下手。所以在家人受八关斋戒，不隔五娼妓，不坐卧高广大床，啊，那么这个不香花漫，啊，那么香有涂身，色身香味触，一样从这边下手，从这边控制，从这边调伏，最后乃至断除。你看佛法是这样教的哦，你从这个地方下手，然后渐渐我爱饱了，所以这个叫做戒。我爱饱了之后修定，让心有力量，心有力量，知道般若波罗蜜，有智慧就可以断除烦恼。它是这样一个次第，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就靠诵经、靠念佛、靠拜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缘起，根本不知道烦恼在哪里，根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烦恼。那这个比较麻烦，不知道就算了，还不学，那这个更麻烦，啊，所以佛法就变成这样，以讹传讹，啊，变成一个咒，一声佛号，一部经，啊，然后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回到婆罗门的济世万人，透过济世就是法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告诉大家，今天不管在家出家，你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佛法，啊，什么是佛法？佛法做什么用？就是般若波罗蜜啊。什么是佛法？那它做什么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些什么？学了做什么？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多数的人，不管在家出家，啊，他以为天天做早晚课，
啊，天天过午不食，然后搭衣持钵，这个就叫做学佛了，这个叫做持戒清净了。我告诉你，清净是内心没有烦恼，没有邪见。啊，所以正出国的人，第一个没有邪见，就是不着有无两边，你有你就有根本，有根本烦恼在，它就会生，一直生一直生，你除之不尽。啊，烦恼不尽，罪过就不尽。烦恼不尽，罪过就不尽，罪业不尽。你没办法靠一句咒、一个佛号，你就可以灭罪，没办法。我告诉你，没办法。啊，这佛很正确的告诉我们，佛说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做些什么。啊，那多数的人其实老实说是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这个是比较有一点可惜啊，啊，那么也有点可怜。我们讲的有点可悲。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好好把它认识清楚，对我们现在有利益，对我们未来有利益，对我们生生世世都有利益，真的，啊，你一旦有了这个智慧，我告诉你，不容易失去，不容易失去，啊，那么你每见一个境界，你每一生每一世，你都会带你的智慧来，你依着智慧，依着般若波罗蜜在修学，那个就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敬业，啊，你就跟法有缘，我们叫做向善向上向解脱，一定会这样，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无二见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有无底下啊，我们说这个执取啊，有时候讲我执跟法执，他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相啊，卷四十三，他讲到啊，般若波罗蜜相，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相啊？那么他说离，基本上就是离两边行中道了，就是般若波罗蜜了。能离两边行中道，啊，能离两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啊，这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有无二见灭无，能离两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那么离什么呢？啊，离啊，它底下文很多啊，但是我只是把它截录啊，离常断，常跟断啊，它是两边啊。那么苦，然后来自于苦跟乐啊，它是两边啊，空跟实啊，就是有跟无了啊啊，这其实就是有跟无。这个是有，实有，空无。有跟无，空实，那么乃至我无我啊，就是离这个，乃至我无我，我无我，有肉无肉啊，他讲的非常多了啊，我们就。简单讲写几个就好了，啊，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相对法，啊，有肉无肉，啊，它有所谓的二门跟三门，这个是二门，啊，从两边，啊，那么另外啊，世间出世间，啊，世间出世间。它也是两边，世间是一边，出世间是一边，啊，就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概念。世间出世间，啊，他写的非常多啊，我们就只是简单举几个，啊，世间出世间，啊，甚至啊，诸法有，是诸法无。诸法有是一边，诸法无是一边，诸法有，诸法无，这是一边，乃至啊，这个是波罗波罗蜜啊一边，非波罗波罗蜜一边啊啊，我们就不用啊，就讲到这里啊。那么
广说，这个是他说这个叫做广说般若波罗蜜相啊，所以这里就是在讲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相，这个是体，这个是用啊，这样说是依大智度论说的啊。好，那么广说般若波罗蜜相，广说般若波罗蜜相，那么龙树在写这个《赞佛偈》之前，把这个核心，把这个佛法身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观念都先写进来了，啊，好，那么广说般若波罗蜜相，啊，这个蜜有时候写虫字旁的蜜，有时候写山字旁的蜜都没关系啊，它其实都一样，因为它是音译的。啊，有些写虫字旁的，就写蜂蜜的蜜；有些写秘密的秘。好，那《摩诃般若经》《般若蜜经》是写蜂蜜的蜜。啊，我们就照着它写。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二门啊，二门啊，两边如是等二门啊。那还有三门的啊，三门他就举一个例子啊，就般若波罗蜜相，离啊有。是一边，无是一边，非有非无是一边，啊，啊，就这三门，这个是三门啊，就是这个一二三，这个是两个啊，有无常断啊，有漏无漏啊这些啊，那么不随于痴而能行道，啊，离这三门，三不随于痴而能行道。主要的愚痴就是不知缘起，不知善，不知恶，不知业，不知报，不知过去，不知现在，不知未来，不知好，不知不好，不知法，不知非法，种种，那么根本的无知就是不知无我，那这个大家要记得，不随愚痴，不随愚痴而能行善道，而能行善道。是为般若波罗蜜相，啊，一样，啊，是为般若波罗蜜相，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啊，是为般若波罗蜜相。那这个我们是依大智度论说的，不是我自己编的，啊，因为你在外面可能没有人这么讲，啊，像，好，那这个就是在解释，啊，那么把这个都灭掉了，啊，那么灭无语就是把有无尽都灭掉了，啊，包括这一些，啊，只要的所有一切两边的。你要直取，只要有直取，只要有直取，你就会有轮回。所以爱取有，那个取是什么？因为爱而直取，因为我见即我爱，因为我见我爱而直取，因为直取就会有生死，乃至你直取涅槃，直取涅槃也是直取啊。那这里也有讲，即使是直取涅槃也是直取。好，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啊，让大家知道就好了啊。我们再来写，讲这个，乃至于你直取涅槃也是直取啊。那因为《般若经》我们说过，它除了在它就是深化、深观、深化《阿含经》的无我，佛说的无我。那么无我里面，它重点还在讲什么？法无我。它除了讲人无我，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它重点在说法无我。啊，因为我执我见是生死的症结，无我是解脱的关键。
我见是生死的症结。你之所以有生死，此有故彼有，之所以有我见，所以有生死，到最后一定有生死。所以无明，我就是我见，有无明，最后一定有苦，有生死苦。所以我见是生死的症结，解脱无我就是解脱的关键。那么从缘起知道无我，从缘起知道无我，那么无我是解脱的关键，因为我见，所以无我就是没有我见，去除掉我见，所以无明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解脱的关键。好，所以般若的重点在讲缘起无我，或是讲性空缘起，性空缘起无我，或是一切法空，或是一切法无我。好，所以般若大圣的般若经，我们说过，我们之前第一节的时候说过，从原始般若，那么到这个下品般若，到中品般若，到上品般若，它是从原始般若是讲无我的，到中品般若，那么基本上，因为部派的原因，当然原始般若的时候就有部派了，那么开始强调在空，开始强调在空，那般若的空，般若名一切法空，它就是在深化无我观。我们说般若主要，大圣的般若主要一个深化无我观，无我的观智慧，深化无我的观，无我观。然后怎样广化什么菩萨行，广化菩萨行，明一切法空，然后广化菩萨行，所以它叫深观广行的菩萨道，菩萨行。就跟你们复习好。那么这个深化无我观里面，明一切法空，明一切法空，它最重要就是人无我。这个是原来阿含经就讲的，但是他后来强调在所谓的法无我。好，那我们来看他说，若人着有是着世间，这个大智度论卷三十一，若人只有，若人着有了他写着一样执着，我们就照他原文写。若人执着已有，是着世间。执着这个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嘛。我们刚才讲是着世间。若着无一样，若一样，若人着无，他写若着无，是着涅。若着无，则着涅槃。乃至于你执着，实有涅槃。实有菩萨，实有众生，那么这些都是这着涅槃。那么若人舍有为而着无为有为法无为法，若人舍有为他在讲法无我的概念那么所以有跟无在阿含经基本上就是我见我爱的问题而已那么就是我执的问题，在阿含经主要是我执的问题。到了部派之后，他认为这个法是真是实，佛法是讲那个理，缘起理，常住等一下会讲到这里，常住不坏，是真是实，是如是地那么后来就变成执取上了，认为有这个法，有真实的这个法，有为法或无为法，有实，常住不坏，那么就变成有所谓法执的问题存在了。那般若经很大的部分在解决法执的问题。延续阿含经的无我，人无我，然后继续法无我所以叫深化，所以叫做深化无我观那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好，那我们如果后来看到后来的大智度，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在讲这个，到处有在每一卷里面基本上都有。好，那么若人着无，则着涅槃
若人舍有为而着无为，若人舍掉有为，啊，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若人舍有为，那么而着无为，啊，部派讲三种无为，那一般无为就是涅槃，无为就是涅槃。那部派讲无为，无为就不一定是涅槃了，还有虚空无为，啊，还有非则灭无为，乃至于啊，还有真如无为。啊，就非常多了，讲到十七种无为了啊，啊，这个就是部派里面开始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无为法了啊，而着无为，以着故，重点是执取，以着故，着就是执着，所以爱取有，执取，着就是执取，只要有执取就有生死，那么一般是执取这个身心。但是你执取那个法也是执取，啊，在讲这个，啊，以着有故，以着故，因为执取的缘故，有为就变，那无为就变有为，啊，你的无为还是有为，无为继承有为。那么这里是在讲所谓的啊，有无二见，灭无余啊。那么刚才讲啊，长啊、断啊、什么什么这些啊，那么多是啊，多是灭，都是没有。那么二门、三门，有无、非有、非无啊，都一样。好，那这个是我执跟法执的问题。那么再来讲诸法实相常住不坏体的问题。好，这个是相的问题，相大概就这样。我们再来讲体，啊，《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他说：“名般若波罗蜜体，何等是般若波罗蜜？”啊，他说底下这边在讲般若波罗蜜体，般若波罗蜜体，啊，般若波罗蜜是到智慧的彼岸，其实就超越生死的智慧了，啊，就是这样啊。名般若波罗蜜体，啊，我们叫体性。啊，般若波罗蜜体就是在讲何等是般若波罗蜜啊？什么是般若波罗蜜？他说，般若波罗蜜是一切法实相，不可破，不可坏啊。所以他这里讲啊，常住不坏啊。般若波罗蜜是一切法实相，一切诸法实相，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啊，不可破，不可坏。什么叫不可破不可坏呢？啊，就是不能给改变。我们等一下来讲法性、法住、法界、法位啊。那么若有佛无佛，若有佛无佛啊，一般讲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若有佛无佛啊。那么常住诸法相、法位。《法华经》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也是要讲这个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法住法性法住法界法位啊。很多人把这个解释错了啊。常住诸法相法位。啊，这个是所谓的般若波罗蜜体啊，基本上就是诸法实相常住不坏啊。那这个其实是啊，那大智度论啊，那么他好几次都引用所谓的阿含经。好，那阿含经里面说到啊，我们先讲这个啊，这阿含经里面说到，他说若佛出世啊，杂含二九六经。他说：“啊，若佛出世，若未出世；若佛出世，若未出世，啊，有佛无佛了，啊，一样意思，啊，有佛出现在世间，没有佛出现在世间，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比如来自所觉知，不管是哪一尊佛，啊，那么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哪一尊佛出世，他都一定是知道这个常住不变的这个法啊，就是他一直是这样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比如来自觉，比如来自所觉知，不自所觉知。佛在菩提树下到底看到什么？啊，以前我常常背《华严经》的“齐哉齐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而不证得。”啊，佛看到这个，其实不是，佛是看到，啊，佛是看到一切，佛就是见缘起，佛是在菩提树下见缘起，就是见这个啊。那么无明缘行，行缘事，就是为什么会有生死？那么怎样可以不生死啊？见到这个缘起法，世间缘起法，就是有佛无佛，法性、法住、法界、法位啊。等一下我们再说。比如来自所觉知，臣等正觉为人演说啊，因为见缘起而成佛，所以叫做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啊。臣等正觉，然后佛把它说出来。所以叫做从中出教，佛所正法就是缘起，佛所说法就是缘起。佛法的核心是什么？缘起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臣等正觉为人演说，那么开示显发，就是 为人开示，然后显发这个真理，缘起的道理，让人悟入。法华经叫做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示悟入啊，显发令你悟入。那么佛智之见就是缘起，佛是见缘起，佛是见缘起而成佛，觉悟缘起而成为，而称为佛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深刻的、深刻的认识缘起，明白的了解缘起，要知道缘起，要明白缘起，要了解缘起，要契入缘起。所以佛跟阿难讲。阿难，缘起甚深，其实就在这里啊。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啊缘起。那么为什么呢？开示显发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啊，这个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把它擦掉了。为啊，他就后面就讲到了啊。若出世此法常住，这个法是什么？常住不变的法是什么？就是缘起法啊，它是常住的，就是说它本来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普遍是这样，决定是这样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么为啊，这个缘无明有形啊，其实就是讲缘起，缘无明啊，所以缘起这个叫做流转的。生死流转世间的，那么为什么？因为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间？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间受苦？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啊，大部分的人学习宗教，不外乎一个目的，叫做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道家的说法叫做趋吉避凶，基本上是这样而已。不管你什么宗教。都是为了离苦得乐，趋吉避凶，都是为了这个样子。只是这个苦是现世苦，是来世苦，还是究竟苦？这个乐是现世乐，是来世乐，还是究竟的解脱乐？只是差别在这里而已。啊，那也因为这样，有现世乐，有来世乐，有解脱乐，所以它就分有人天乘，有声闻乘、解脱乘，有菩萨乘。啊，那么开始有这样的分法啊，那就是每一个人他的目标不太一样，但是都是为了离苦得乐。那你必然要知道苦有苦因，乐有乐因啊。那么有因有缘会痛苦，有因有缘世间极吗？有因有缘会造业，有因有缘起烦恼，有因有缘会痛苦，有因有缘有生死啊。你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缘？那么从哪边下手，用什么方法可以灭除掉这样的苦因苦缘，那么你就可以不受苦啊。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佛法教我们的。所以凡事你知道缘起法之后，你凡事
不管要解决什么问题，人事上的纠纷、经济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乃至国家社会的问题，你都必须去找那个因。你会养成习惯，有苦集灭道的顺序，苦就是问题，因就是苦的原因。你会去找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他跟他会吵架，为什么他突然看到我会骂我，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诽谤我，为什么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会痛苦，你都会去找那个原因。这个原因找到了，你就可以不受苦，或是预防未来这个现象再出现，再让你受苦。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个佛法之后，我告诉你，你真的会比较变得自在。第一个，因为你有解决烦恼的能力，你有发现烦恼的智慧，你有解决烦恼的能力。啊，那久而久之，别人会起烦恼，你不会；别人会因为烦恼而造业，你不太会。那么久而久之，你那个有未来潜在生死轮回的因就少了，就少了。那么你在学习智慧，你比较这种智慧力的时候，你就可以断除烦恼了。啊，那么你这一生解脱，证无生法忍是可能的，因为你从来。你学佛从来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你那一把刀从来没有磨过，你偶尔拿来砍，发现砍不到、砍不断，你就觉得刀是砍不断的，错了。你把它磨砺，你就砍得断。那么你训练砍的力量，你手有力量，刀很利，绳子不管有多粗，树烦恼树、生死树不管有多粗，你都可以锯断它。砍断它，解决它，我们叫做烦恼绳索嘛。那么不管它有多粗，因为你从来没有去磨刀，也从来没有训练怎么砍的力道，而且还让这个绳子越来越粗，就是烦恼越来越粗嘛。你当然想要砍的时候砍不断啊，佛法要用用不来啊。我以前也这样啊，啊，我以前我每天念《金刚经》啊。忽然间烦恼起来，没有去想，就觉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电，然后就觉得这样念了，烦恼就会没有了。念完了依然有，为什么？不是你念了它就消失了啊？不是你念了一个嗡嘛呢叭咪吽去，它就走了啊？没有那么厉害啊？你看到有些人波罗波罗蜜哦，然后它就没有了，没有那么厉害。你要去思考啊，要如理思维啊。因是什么？烦恼因在哪里？你平常是怎么造作的，怎么起烦恼的，这一些你要很清楚。我告诉你，你这样修，你真的比较不会有烦恼。真的，你慢慢会发现，诶，我心越来越清净了。我还是会起烦恼，但烦恼的次数会减少，烦恼的时间会缩短，烦恼的程度会减轻。一阵子过后，你就发现你可以控制烦恼了。再过一阵子，你就发现我可以调伏烦恼了。真的，快则三年，慢则十年。我跟你讲，真的，你很快，你就会觉得，你可以真正告诉大家，我是个修行人。不然，你以为你在修行，越修越不行。为什么？烦恼来就知道了啊，对不对？烦恼来就知道了啦。没有境界都以为自己清净了，一有境界，我告诉你，你就发现到自己根本做不了主，烦恼的奴隶，烦恼。所以我知道你容易起什么烦恼，很简单嘛，你不喜欢听什么话，我就用那句话来刺激你，你不生气还不行。你最喜欢什么，我用那个来诱惑你，你不贪都不行。为什么？你控制不了嘛。很简单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平常就是直取，叫做六根攀缘六尘，习惯了。心在起贪的时候不知道，所以佛法告诉你，修行第一个就是觉察，有贪吃有贪，然后之后凡夫少贪吃少贪，后面才能无贪吃无贪。我们都没有这样做过，
不管什么人来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不行，没有办法，控制不了。真的，念个咒，念佛号，念经，要把它压下去。念的时候没有，念完的时候又来了，就好像这个水沟是脏的，你用这个水沟盖把它盖起来，暂时看不到，掀起来更臭。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哦，那很重要。好，那再往底下看，他讲越缘无明有形，缘无明有形，啊，就是会造作业，就是因为愚痴啊，不知道，你找不到那个根本啊，所以你会从苦集灭道四谛，因为你知道苦，你发现有苦，那么你知道苦是怎么升起的，那你用找对方法，正确的方法去灭这个苦，其实是这样，你找不对方法还不行哦。找不对方法还不行，就好像现在有病，你这个病不是治那个，你这个药不是治那个病的还不行，虽然也是药，但是也不行。念佛也是药，但是你还要对症下药啊。那不同的病有不同的因缘，所以有不同的药啊。其实是这样，那每一个人体质又不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就是每一个人过去生所熏起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所以药会不一样，那你必须针对你自己的，一方面增强自己的体质，一方面要努力防范病毒。那一样的道理嘛，佛法也是这样，一方面防范自己起烦恼，在烦恼上再加烦恼，一方面增强自己的定跟慧，解决烦恼的能力，培养自己解决烦恼的能力，一方面避免让自己再起烦恼，啊，就好像你要打扫房子也一样嘛。一方面要把房子里面的垃圾清出去，一方面要避免在这里面再制造新的垃圾。你制造的垃圾比你扫出去的垃圾多，你永远扫不完。一样这个道理啊，啊，那我们看，那缘无明有形，乃至缘生有老死，啊，其实就是在讲缘起。乃至缘生，啊，其实就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触受爱取有，识名色六处触受，其实就是心面对境，追逐这个境，起种种的烦恼。西光三色里，随流逐落花，这个叫做心随境转。那么，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个叫做心不随境转，不去执取这个境。那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西光三色里，随流逐落花，啊，跟着跑，跟着跑，啊，漂亮啊，怎样跟着跑，跟着跑，啊，那你慢慢做到，我刚才跟你讲，你就是防范烦恼，觉察烦恼，控制烦恼，调伏烦恼，那你渐渐就可以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左边的人来回谤我，右边的人来赞叹我，我如如不动。就算会动，动的也不很厉害。一开始不可能不动啊，老实讲，一开始不可能不动啊。但是因为你有觉察，它动的不会很厉害，一下子就平复了，真的。但是你必须要训练啊，因为乃至缘生有老死。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啊，这个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啊，那么。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来讲法性、法住、法界啊，诸法相、法住，或是有佛无佛、法性啊。这里是写法住，这里是写这里是写法住、法界，这里是写法相、法位。那么一般来讲，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好，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了啊。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擦掉。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这个叫做常住，常住。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那这里法位，法性、法住、法界、法位，法性是本来如是。本来如是，性不变的意思。本来如是，法住生住意灭，住是不变的意思，一直如是。
啊，一直都是如是，本来如是，一直如是。戒是类别的意思，普遍，普遍如是。位是位次，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因果如是。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常住的概念。啊，那这个观念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啊，因为时间到。好，我们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